第四十六题，四六四七四八是一个题组，啊，电路连接如右图。若电路中一点有稳定的电流通过，且其大小为 0.4 安培，线路中各个电阻器的大小标示在图中，且线路中除电阻器外，其他导线电阻忽略，电池无内电阻。回答46到48题。46题问，导线路上 BC 珠 F 四个点，何者电位最高？我们晓得电池是用来提升所谓的电位的，那么正极是高电位，所以正极的电位最高。因为导线没有电阻，所以不会损耗能量，所以不会增加或减少电位，所以 B 点跟 A 点的电位呢是一样的，都跟我们的正极一样是最高的。经过一个3欧姆之后呢会下降，所以 C 的电位会下降，再经过一个7欧姆之后再更下降，所以珠就更下降。那么珠跟E两个是导线接在一起，所以两个电位会一样，再经过一个并联的电阻之后 F 就在更下降，然后 F 的电位呢应该是会跟我们的负极的电位呢是一样的，或负极的电位是一样的，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 A 跟 B 的电位是最高的。所以第46题问我们说何者的电位最高，我们答案要选 A， B 的电位是最高的。